日职前一战三安盟打王伯荣，金战乐天再打先发三棒低。H 日本职棒火腿队今天25日在札幌巨蛋主场对战乐天精英。台湾野手王伯荣在昨天打先发三棒，有单场三支安打猛打赏，今天继续打先发三棒 DH 大王王伯荣打先发三棒，指定打击孤打数有三支安打，另有一次保送，打进二打点一得分，目前打击率291%，在太平洋联盟排名第七。火腿在24日以15-5击败乐天，今天是两对三连战系列赛最后对战，火腿想要争取二连胜。王伯荣今天继续打先发三棒，指定打击今天火腿队由王牌投手金子一大先发，他目前五场出赛是1-1，防御率4.20，要寻求本季第二胜及二连胜。乐天精英先发投手是古川佑利。